沈军，听说你被停训了，还这么勤奋干嘛？该不会还心存着幻想，觉得自己能翻盘吧？ 怎么样？我送你的大礼你喜欢吗？你如果觉得分量不够，我还可以加码。你别浪费心思想这些无聊的事情。我知道你想干什么，我不会让你得逞。那你想怎样？再打我一顿？ 我不是3年前的沈军，不会再走回头路。你要是想留在过去，那是你的事情，我没空陪你玩。李教练，我有个事情想请您帮忙。 娟爷怎么样了？我去训练场看过他了，状态还可以，就是被停训了，还不知道停多久。聂星河就是个祸害啊！要我说，我觉得依照沈娟的意思，本来就不想追究他了，没想到他躲到学校门口用言语刺激沈娟。他还有脸去学校读沈娟呢？不是聂星河到底想干嘛？我觉得忍不了就不忍了。沈娟放过他是沈娟不计较，但这事在我这儿过不去。 我是怕咱们几个要是不给他点颜色看看，他没完没了，天天骚扰沈娟。你想怎么办？要么就不出击，要出击就得来点狠的。咱们先搞清楚聂星河到底在干嘛，我就不信抓不住他的把柄。我跟你说，聂星河这个人非常的龌龊，肯定坏事做的很多。查他。 聂星河开了个清河艺术工作室，地址就在银饰店，他居然用银饰店的名义开了个网店，他要脸吗？他真是太过分了！我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你们来干什么？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你们到底想干嘛？ 做了这么多坏事儿，还有脸把这张照片摆桌上？哼，我明白了，是沈娟自己不敢面对我，所以才找你们几个来替她出头。你想多了，沈娟她都不知道这个事儿。我来找你，是因为咱们俩还有笔旧账没算呢。沈娟的处分通知单，你寄给我妈的吧？你安的什么心啊？当然是好心了，我是好心提醒你们，让她早点看清楚自己女儿交往的人是什么样的人，别蒙在鼓里什么都不知道，眼睁睁的看着自己女儿往火坑里跳。沈娟堂堂正正、清清白白，我最清楚她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不需要你来颠倒黑白。倒是你啊！ 像个阴沟里的老鼠一样，整背地里做坏事，你恶不恶心啊？沈娟堂堂正正，那害死师傅的人是谁？打我的人又是谁？我把他做的事说给大家听，我有什么错？你自己最清楚自己做了什么事儿吧？没脸面对，所以全想推给沈娟。你自己受苦。 还要拉沈娟一起，我看到你就想到一句话：可恨之人，还真有可怜之处。可怜我，你先可怜可怜沈卷吧。被停训、被省队除名的人又不是我。不过说到底，沈卷他就是活该。人不能做错事，做错了就该付出代价。你说的对啊，人如果做了错事，就必须承担后果。 喂，请问是聂星河先生吗？是我。什么？经核实，您确实未提供过商标使用授权书，麻烦您立刻补交授权信息，否则我们会在48小时之内关闭您的网店。网店的事儿，是你搞的鬼。是又怎么样啊？刚刚不是你说的吗？人做了错事，要承担后果呀。 而且沈卷才是洛清河的继承人，没经过他的允许，你凭什么注册商标啊？这个商标是我师父的，你凭什么来评判我跟我师父的关系？那你凭什么插手我和我妈的关系？你们做这些，沈卷他知道吗？ 这就是我的意思。清河银饰是我师父的店，你有什么资格剥夺我开店的权利？就为了搞宿舍？银饰店你说关就关，要不是我把店盘下来，师父的心血早没了。要是舅舅还在世。 你敢把你自己做的事情跟他说吗？舅舅的愿望不是希望我们继承银饰店，是让我们去追逐自己喜欢的梦想。舅舅他一生都很善良，他把世间的真善美都当做他的创作灵感。但你现在做的这些事情，完全违背了他的意志，你根本不配做他的徒弟，不配拥有他的设计。 更没有资格继承清河银饰的商标。你要是还当自己是他的徒弟，我劝你回到正道。我们走吧。